那以人偶来说呢，大家在乎的当然是头雕的部分啊，所以让大家特写一下，看一下头雕。个人觉得呢，甘道夫的头雕上色处理还不错哦。然后呢，胡子不是直发，那头发是直发，这一点呢，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怪，但实际上拿到又觉得还好哦。一开始会觉得头发是直发，胡子不是直发，感觉好像怪怪的。但是他头发呢，有刻意上胶，你可以看到头发上的那个胶还蛮硬的哦，所以。头发是可以看出头发的形状，但其实它不太能拨，就是都是硬的。那这样子呢，感觉跟胡子比起来就不会那么的怪异哦。那再来呢，这个头雕，我个人觉得啦，就是某些角度你还是会觉得它甘道，就是有像甘道夫，但是还是有一些角度是不像的哦，就是它还是没有到，就是每个角度都像。那这是头雕最难的地方嘛，毕竟。你从一张 2D 的照片要转换成立体的 3D，让它每个角度都像，其实是真的技术上必须有很大要克服的地方。当然，胡子呢要直发在脸上也是一个很大要克服的地方，所以胡子它才会做硬的哦。那头发是直发的部分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各个角度哦。可是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啦，就是以上色跟神情来想，某些角度你还是觉得。它还蛮像的，那这个部分呢，就希望它可以再加油，让它每个角度都很像，当然是更好的地方哦。那我稍微把摄影机拿起来，好，其实我觉得最像的是可能有一点点仰角的部分，应该不是说仰角，应该是俯角。好，那这个呢是，我觉得大家看一下各个角度哦，可能每个人觉得。像的角度不一样，所以我稍微转比较多的角度让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看完了，其实这个角度还蛮像的啦。看完了各个角度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服装跟细节的部分。服装呢，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蓬松的服装啊，并不是贴身剪裁的一个。服装，然后身体里面按呢，它也是有塞东西在衣服里面来呈现蓬松感。那束体在活动上面当然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它不会被什么盔甲卡住哦。那束体也还算紧实，并不会松松的，所以整体的可动跟束体的扎实度都还不错。然后再来呢，你可以看到布料跟衣服的感觉，然后它这边呢有腰带。那这腰带呢，应该是电影考究这边可以插那个它的线，把它插在这边哦。说明书有说要透过这三个圆，那剑就可以固定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是它装剑的一个地方哦。那我先把它拿起来，因为我们还要介绍它的裤子。然后手呢，还蛮特别的，就是里面的手，你可以看到。好，它是挖洞的哦，就是有点克难式的御寒方式。好了，这是应该电影里面设定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裤子的部分呢，把它掀开，你可以看到裤子其实底下还有做纹路，把它稍微拿上来一点。好，裤子底下还有做裤子的纹路，然后鞋子也还蛮特殊的，鞋子呢就是直接用。缝制做出来的哦，稍微对焦一下。好，鞋子是缝制做出来，而不是胶鞋。那这也算是鞋子上比较用心的地方，只是没有鞋底，不能说没有鞋底啊，鞋底没有纹路，这是比较可惜的。好，这是裤子的部分。那大家都知道我不脱男生的衣服哦，不过稍微看一下，它里面还是有穿一件，就是灰袍嘛，就是咖啡色的这一件，因为。它这一件是长袖，一直穿到袖子。那咖啡色里面这件再拉开呢，就是一个黑色的束提，然后有绑那个黑色的布，应该是说就是增加身体的扎实跟厚度的部分。那这是整只角色，大家可以看到哦。那大家要知道，男性角色没有什么刻意好脱的，所以我稍微转一下，让大家看看。它各个角度，那衣服里面没有铁丝，好，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，你就比较不能去做衣服
飘逸的感觉哦。如果里面有铁丝，它可以做出比较飘逸的感觉。那刚才说的灰袍斗篷里面也没有铁丝的部分，那斗篷很容易就是把头拔掉，然后把它套进去而已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全身的转转乐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全身的转转乐的部分哦。由于这个帽子啊，它没有办法，刚才说过了哦，就是它形状里面并没有铁丝，所以我只能用非常暴力的方式，有没有？把它按一按，揉一揉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魔法师的帽子应该就是要皱皱的嘛，然后上面要有堆叠，绝对不是直直的一根，看起来会很怪哦。所以把它揉一揉之后呢，看起来稍微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像真的魔法师的帽子的部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全身的各个角度。那我觉得这一只呢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哦。你可以看到，基本上呢，我不喜欢穿上呢围巾加上它的披风啦，因为会觉得太臃肿，反倒是没那么好看哦。那在不穿围巾跟披风的状态下，其实在这样子的配备搭配上这样的地台，其实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视觉感官。那在这里呢，也推荐给大家，尤其是喜欢魔戒的角色，我觉得这样摆起来是还蛮帅的哦。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戴上帽子之后，更有灰袍魔法师的感觉。然后本来看到官图呢，觉得其实脸没有那么像，可是实际上真的拿到某些角度真的还蛮像的。而且戴上帽子之后呢，整个呈现效果也还不错。然后就算把帽子拿下来，其实我也觉得还不错啦，比较可惜的是，这个帽子并没有就是附一个带子可以挂在身上。好，因为大家知道帽子应该要有一个带子，大家可以挂在身上，才不会飞走嘛，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可是就算你把帽子拿下来，你也不会觉得它太过于怪，或是非常不像你。第一眼看到它，你还是觉得它是甘道夫。那最后呢，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大人玩具开箱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大人玩具开箱的新品介绍。那同样有任何需要预定的商品，或是需要配合的厂商，都可以与我联络。那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次阿斯玛跟大人玩具开箱的甘道夫介绍。